变形消耗只能来回 pick 了，不着急。再一个，NVQM 目前是有车的啊，实在不行还能先撤，就看能不能通过伞兵和不全人枪线先放倒。哎，OK，哎，杰克雷很关键，高点加强的成员倒了，扣脚样，这要去扶的话就付出一个兵力，二打一，进点是有希望的。令还剩个5秒钟，令还在看，他表示自己活不了了，赶紧帮队友看信息，跳到高点。来了，伞兵不求人双管齐下，柯南这个位置看到他的枪械，来个大背身，伞兵只差一丝丝血，而旁边 AKG 也把人扶了起来，不求人下到一楼了，但伞兵这个时候血不好，还在楼上，一v一的对枪，柯南只剩丝血，风一吹就倒，单挑，柯南该怎么办？他先行补人，算了，我的血量太残，还得换个子弹，听到了伞兵的声音，伞兵出来只需一枪，稍微一下 A， 但是这一盘先行让柯南拿到先手，伞兵也怂。没办法，这个血量面对 ACLK 直接就是秒杀的情况。但是柯南身上他没有药包啊，伞兵是有补给的。你看到眼前有一个绿点，有盒子，但是伞兵直接跳了，也不想给他机会，一枪就够。再来一枪，柯南的枪来说也是。柯南丝血锁住一滴血，拿下了 MVK1 一队。其实对于刚才的 HP 值来讲，各自也都只是一枪了。是连射的步枪对上 SLRK 这样的霰弹枪啊，众生平等，在前期的霰弹枪。